5、4、3、2、1，请用钱。今日能在华信航空公司的帮忙之下，进行这一回的高雄半日游，我们都感到很开心。等我们回到学校、回到家之后，就可以和同学、朋友及家中亲人分享现在的快乐。谢谢。航空、澎湖县政府以及澎湖县议会呢，帮他们圆梦之旅，特别呢也准备了满满学子感恩的手写卡片。现在呢，来邀请我们华信航空的韩总经理以及县长还有议长一起上台来接受感谢，来长官有请。